你是不是要去找医生？我无在调坐，你才苦苦等啊！我要求神明保庇子孙。我陪你去啦。唔免啦，就伫病院的祷告室内底。你伫遮顾咧，有任何状况，随打电话给我。好啦。你的后悔，不是的。杜光亮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头前啊？恁后生跟你做手术，我就卖跟你计较。你无想要跟我计较，我阁要找你算账。我的后生查某囝是会安怎去得失着你啊？你把我的查某囝未来的前途拢毁掉啊！即马阁要害我的后生去面对生死的关头。为了恁查某囝这件代志。是我姓吴，我姓林。啊，不过恁囝是拄只我要救人，甲伊咧抢刀的时阵，伊家己雄雄走过来，我无注意去拄着的。哼！唉，这个娘啊，实在哦，那伊直咧找家己麻烦啊。你莫伫遐假好水啦，今仔日出哦，若讲你甲黄家聪设计要对付阮林家，我袂感觉怀疑。哦，你头壳歹呀！我即摆伫驾驶，绑票是重罪咧。我若真正甲黄家聪串通，那我今仔毋是尻川洗洗，准备阁用抓伊关啊！我敢遐讲，我已经甲你解释过啊。拄只我甲伊伫抢刀的时阵，恁囝是注视中怪，毋只去甲拄着的。我敢袂晓算啊，算个真拄好。你这个死查某鬼啊！你敢跑啊！你娘，你现在是从啥了？丹青，为了子孙的烦恼，你伤心。你对我讲遐话，伊当然情绪控制袂住，控制袂住，就用拍四大，让四大无面子。我拄好去救伊呢。太冷静啦！我这个嘴皮是替子孙公子同拍的，想做我袂当拍。你跟我小做袂当拍，你的面皮重要，别人性命都无重要的心。不管安怎，子胜就是因为你受伤，即马伊人伫咧急救，你可会当把话讲到这么轻松？都真是意外，恁大家冇看到，我拄着林子胜，我家己嘛足惊的。小鹏，恁到底要安怎？啊无我嘛，和你赌一赌嘛。不管你是不是超工的，跟你拢有关系。哎，你想不想生意回家，是咧咁这么困难？好啦好啦，你就是这死人性啊！愈想就愈固执，讲愈歹听。伊是恁煞查某囝咧，看我的面子，甲伊只死的是死哦。你别安回事咧。是嘞，我咧当作伊什么态度？就是因为你甲子彤的相片散布出去，才后壁才的代志，以前都是因为你。我咧讲过啊，这件代志嘛不是我愿意的。林子生跟我讲，我嘛出来担，我嘛无投票，我出来认罪啊。到底是安怎？到底我安怎赔偿你啊？你搁较侪赔偿？嘛无法度弥补我的后生查某囝伤害啦！恁家的人真正是有够坏，安怎讲讲袂顺车？我著跟你讲，那是意外。是安怎？出门要搞去啊？唔惊无话通讲？拢伫要闹出人命，你竟然讲意外这两字，就要推卸责任？
这就是上害上无负责任的借口啦。我这不是借口，我讲的拢是事实。我这人敢做敢担当啦，绝对袂讲无负责任的做无负责任的代志。你若不信，你问坤哥，坤哥，我敢这款人？当然嘛不是。杨哥，杨哥啥？你若是袂晓讲，我替你讲啦。也毋过哦，伊总是用唔对方法伫咧负责啦，敢那会甲代志愈误愈害。阿姨毋是你的话贴的，安尼你就好好甲伊教啊。教我是一定教嘛，不过啊，你明明知影娘啊，这人足爱面子的，爱当遐细人的面咧安尼讲，伊搁较听袂落。我等伊再甲讲。好啊，也免讲啊。我看出出啊，坤哥，你已经不是较早的坤哥啊。你即马有七人了，无兄弟啊。我甲你讲过，你是我的兄弟。啊，不过你有你的坚持，我嘛有。免阁讲遐，非得我即马安怎做，恁拢无满意。宋凌峰。这件代志，你从头到尾拢伫边啊，看甲清清楚楚。真尼歹，但代志经过，我是去救人的，老实甲因讲。我可袂得，一刀甲伊剁死。你可小心，我替你讲话。天主在上，我只想笑，一世人敢若有惹过羞，有拜过佛，啊！不过我诚心求你，唔通把我的孙带走。伊还阁这么少年，才大为妈妈抚养创伤内底行出来，这家还阁真需要伊。你若真是要带走这个人，都把我带走好了。慧玲，我已经活了有够。老公啊，你哪讲的？你把我的子孙，有甲即马搁咧面对生死关头，你讲迄个面，我头都做你走。你搁敢讲？那不是你对你外乱，甲大媳妇甲乱七八糟，迄口黄家聪早就听我的话收手啊！别怪啥，别怪，怪你家己，这你家己做得来的。你倒去啊！放手！有代志想我紧讲，我无想要甲你这个小查某有任何替代。我嘛靠袂住，我这世人唔捌熟识你，唔捌甲你做伙过，我哪会抓到你这只乌龟？你把我的心！你把我的心不甲，甲那倒咧看，甲我听。哦，安怎？真歹的，想要用眼神甲我杀哦？啊，是你要参详进程，提前好啊，叫我替你处理林子倩同款，提前要凶手来处理我。你做哩甲我滚双枪，你等你看，我一定会开钱。叫人把你处理掉！哈哈哈！哈，足惊！不过你莫袂记，因为有你的赞助，我这妈妈有钱的，我赶快还要提钱，叫人把你处理掉。哦，其实变遐麻烦啊！我无注意甲林子深赌一赌啊，你就已经听甲要死要活啊！哈哈哈！恶毒的歹人，我一定会把你母甲心不如死。你灵魂的个性，若要甲杜光亮算账，在众人的面头前就会安尼做啊，哪会阁偷偷家救到这来？你莫想讲即摆在病院，我都唔敢对你安怎。来啊！
非得我即马嘛无啥物通好输的啊！小杂毛！我这世人上怨恨人家阿爸，尤其是查某，尤其是你这只浓毒的蜘蛛精。卖看蜘蛛无啦，有一种蜘蛛，伊都会牺牲家己的身体，给家己的囡仔食。哦，你伫讲你家己哦，俺搁想想的。你顶多是迄款会为着家己的利益牺牲家己囡仔的人呢？你哪有可能为着家己的囝来牺牲家己？你讲出去，笑破人的嘴！哈哈哈哈哈！卖了阵，你即马无母无教，你都无亲无戚，又在你想要毁掉相就毁掉相，你慢慢啊等，总有一天。你的后悔甲对心肝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在仓库的时阵，林子深倒落来，你嘛是甲我讲这句话。你一直对我讲这句话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有啊，用你迄粒光头卡去要，要套死人，你嘛要袂着。要等到你落地脚，阎罗王神师婆啊，都会把你的罪行记到满满满的。你违背伦常，罪大恶极，上刀山路油顶十八层，你拢会行一轮。我阁给你最后一摆机会，你上好把代志给我讲清楚。会惊哦，会带哦。啊，你活到即马一苦溜溜，你一定常常咧想，你无才调团宗接代，一定就对不起恁道家的祖先啊。啊，不过你家己，煞做出绝囝绝孙的夭寿代，你着等雷公甲你告好死。你妈到底是你讲啥？啥物叫做我绝子绝孙？你是你讲啥？你讲！你讲是不是林子深？你讲啊！你笑，我爱讲什么？我爱讲，我让你笑不出来！你个笑！你要送死，卖我未来哦，卖我亏心来啊！阿队长啊，这个歹人都是跟我的后生太当凶的人，你紧甲伊抓走。靠近啊！是。你又搁叫人抓我？你这个臭杂毛！好啊，杜光亮，你想要跟我争执的，莫把家己愈污愈害啊！把林子彤、宋丹青绑票的黄家松，我已经抓到啊！照伊的笔录来看，你和这个绑票啊，嘛真有关联。啊，搁有林子深的凶害案件，嘛跟你有关联。所以我苦劝你，即马想要乖乖带我回来一撮，好好配合调查，安尼就对啊。小张，是。搞蛋呢！我吃庆丰蛋。哎呀你！